这身受不了。跳哪里啊？想跳哪里？跳这怎么样？可以可以。哇！啊！差点没给我笑喷了，我吃的。我听到你吃东西啦。对对对。我不瞒你说，我今天早上到现在还没有吃东西。你听到你吃东西的声音，我有点饿。那我先不吃了，那我先不吃了。好的。对不起。我现在有点想点外卖啊，听到你吃东西的声音。不行，我得拿点吃的，我们俩一起吃吧。你等我一下。可以可以。给我拿点东西吃吧，好饿。但这个东西好辣呀，你又搞我搞这么辣的东西吃。我也来了，我也没一起吃吧，我们还不错啊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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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可以吧，这个东西但是好像不是很好吃，有点辣。先搜一下，等一下再去杀人。你的声音有点像那个叫团团的那个吧？啊，对，好多人说我像，但是我不是呀。我知道你应该不是。为什么？你能听出我跟他不同吗？没有，因为我感觉我这种运气应该碰不到他。哦，那你是他粉丝吗？我是他粉丝。哎，也还好吧，我已经过了追星的那个年龄。那你多大了？30了。可是你声音听起来一点都不像。是吗？现在玩这种竞技类的游戏都有点玩不了。对面山头在打你。喂哦，什么鬼？山头又是在哪呀？我那边，别站站着，有人，被夹了，贼难受，太难受了吧？你捡我的枪呀？哎呦，完了，他们要包围你。哎呀，松了，难受。